今天要分享的是另一种三连音的手法，我会称为二一，所以今天这个手法会是右右左，或者是左左右。我们先练习右右左，先一组一组分开来打，不要连续。右右左的第三下，左手还没打完的时候，右手就要拉起来，准备打下一组的第一个动作了。试试看，把大鼓踩在每组三连音的第一个时间点。先踩好你的大鼓速度，想好你的手该打多快，然后再把这个三连音的速度打下来。现在反过来练习，我们来练习左左右，先一组一组分开来打。现在我要你把这个左左右连在一起打，三连音的第三下，右手挥下去之前，同时你要让左手拉起来，准备下一组三连音的第一下。在这连续的三连音里面，每组三连音的第一下踩一个大鼓，现在反过来，请先用大鼓踩出稳定的速度，根据这个速度思考好你的三连音要打多快，然后再把这个左左右这个三连音稳定平顺的把它打出来。